的对手，因为他们的强大，才有我们去每天夜以继日的训练，我们必须要拼命的去追赶他们，才有可能在舞台上和他们有较量的对手。该到我们了吧？啪！没有他，我们这个队伍支撑不起来。草包队打神仙队，我们没有 A 班的，没有大 vocal， 没有大舞担。其实单做我都 OK， 你知道吗？就是哎呀，手脚一起跳，不知道手快还是脚快啊。我说来就来，不状态，不状态，不知道他现在在干嘛。重点不是在于走不走好，重点是在于今天我们走不走好。你跟他之间还有很大差距。我现在三点我就可以成功，就是有点失落。干嘛？那个，我觉得并不是大家走不好，或者那个走出的感觉。我觉得没关系，可以学，慢慢学，没关系学，一个个找慢慢学，对吧？他们很严格，但是他讲的话一点不会让我觉得舒服，包括他自己做出的表率，让我们觉得我们感觉比他更努力。然后私下再不自信，但是有信心，现在对他不会跑掉。那其实还好，这次我们可以更好。点下，我们现在就把问题找出来，再来没问题。因为我学动作比较慢，比较笨，自学动作嘛，你会觉得跟不上。我想自己练好，能带多少进去，不想耽误太多他们的时间来帮助我练习。他真的是一个非常努力的孩子，他在休息的时候其实都在看我们的动作。哦，这个动作是怎么做的？你也知道，我们训练场是一个对决 PK 比赛，我们怎么才能赢过他们？没有什么可能，一切皆有可能。我之前有过一次经历，是我一直跟他去跳舞，然后也不知道这个高中肯定是不跳得好，但是最后还是跑掉了。就是因为他跳得好，就是一个老师，他如果跳好是一个老师吧。我觉得有两个点可以赢，第一个点齐，就是一个字齐，我们只能齐三个团，然后加分项如果有发表一些成绩，就是我们的喜欢。这里所有人都是我自己选，我希望大家有一个团魂在，就是希望大家团结起来，一起加油，逍遥的一天，现在就出发。今天发挥确实带来了一些东西。我是15号李云瑞，一个团队最重要的是什么？是团魂，是团魂。这是逍遥有吗？Yeah, I'm about to fade away. Cause every time I wake up, I feel like it's Monday. Something's going wrong with all the chemicals up in my brain. All of a sudden, I don't look at anything the same way. Gotta build up of my thoughts sitting in an ashtray. I'm sorry that I'm so inconvenient, okay. Just let me be me and I'll stay out of your way. I can see the way you look at me, I'm such a disgrace. I never really asked to be brought into this place. You wanna love me? Well then baby, I have a taste. All the highs and the lows, no, you'll never be the same. I don't really wanna hurt you, but I can't control the pain. If you're sticking by my side, maybe we could be okay. Okay, okay, maybe you could be the change I need today. I promise that I've never felt this way. I really hope that you will choose to stay through all the pain. I know you told your friend you're not okay, and tell me what's wrong and why you never said you felt that way. Trying to stay strong and fake a smile until I look away. But I've known you too long, it hurts to watch your blue eyes fade to gray as you fade away. As you fade away.
大家好，我是带你翻滚带你飞的于承恩，我们会继续加油的，谢谢你们来现场看我们的演出，为我们点赞吧。老师，您去年就是带了女生，今年又带了两届嘛，那带女生和带男生有什么不一样的感受？还有就是说，那我们女生啊，不对，垮了，不是他们就是上一届的女孩和我们这一届的男孩，您更喜欢谁？我更喜欢男生。不喜欢你们呢，因为我跟你们直来直往，所以绝不留情。所以我喜欢男生，我也是这样出道过来的，所以有很多东西可以跟你们聊，可以跟你们分享，所以我其实很珍惜跟你们在一起。男人都是那个持证上岗，持证上岗，对，绝对不是瞎整，第一下就让你这东西搞出事儿了不好。今天肌肉很僵硬，专门来到创造营理疗馆。你这脖子给他使点劲儿啊，就想使劲儿，脖子也挺紧啊。哎呀，这个舒服，这个舒服。哪个？这个？我跟你讲，你这一拧完，你耳朵立马通。我跟你讲，你这唱歌的，你这个能力都能提升。我们这工具都很干净的。很干净啊，咱们这就用一次扔一次。祝创造营理疗馆生意兴隆，旺旺旺旺！要是真请来了，我直接走了。24名，于承恩。15名，也是我B班的李云瑞。